我真的穿书了。不是，阿姨你谁啊？胖子，按着他给我滚！放过妹妹吧。她的眼角怎么有一颗红色泪痣？和昨晚看的小说女主一样。梅娘，她真的是书里那位受尽迫害的女主，是我这个身体的亲姐姐。不许看，你一个不中用的姐姐是没有娘家的。姐姐三年无所处，于是阿娘便把我也送进了沈家，在书里常为你的悲惨命运心痛，如今她真实的呈现在我面前，我便绝不会袖手旁观。都怪你，不行，都是你害的。气坏了身子可不好，姐姐，疼吗？姐姐你知道吗？这个香味叫初醒之韵，会有那么一天的，所有女子都会醒过来。上榜之事，我那盐商弟弟倒是有个门路。此事若能办成，我就休了你姐姐，罚你扶正。科考竟敢行贿？是啊，说不是好东西。快找人救我！我姐姐早已签了和离书，与沈家再无半点干系。我要是获罪，你也得跟着陪葬。姐姐还是家里主母的时候，就将我赶出府，断绝了关系。姐姐，从此我们便也山高海阔，天地皆宽了。不客气。